9月21日，王俊凯迎来21岁生日。零点，王源和易烊千玺接连为王俊凯庆生。王源祝愿王俊凯21岁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易烊千玺希望王俊凯的21岁开心每一天，继续与热爱同行，做一个快乐 boy。凌晨，王俊凯工作室还发布了一组王俊凯的庆生图，图中王俊凯身穿米色针织毛衣，内搭白色 T 恤，清爽少年感十足。工作室还写长文，细数了王俊凯20岁成就，以艺术总监的身份把控首场个人演唱会，以市场总裁的身份参与综艺，努力练习吉他、演技和舞蹈等。